社会冷冷冷更酷，隐藏小心发冷给东京的夜不够，东村怪我太过多，对着巴东的卡波轰动的过去下人不站在黑暗中有点灯的气味，不知何时才会能回去你的身边，夜头向日头公平甘命运都一口气，真正的情意在哪里？期待我们到里面到底演什么角色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我告诉你，你说是我妹妹一家子，那她也是亲戚，那她不是，她是大妈。父与子，你一定是演爸爸，对不对？想唱老爷，父与子啊，我演儿子，然后找我演。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就是叶嘉瑜是演我的妹妹哦，对，然后我妈妈是朱慧珍的。对，然后呢，他是他的，他是我的兼老公，老婆，未来的老公。对对对对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戏里配对配谁？我配谁？你戏里的女朋友里面哦，他的女朋友多了，配太多了，太多了。而且他讲两个就好，他在里面号称王不挑。欸、我看那个父与子的片头有没有？前面一开始结婚那个婚礼场面很大，好大，不是结婚吗？那个不是结婚哦，我们的更棒啊，我们的那个只是一般公司我们的周年庆而已。哎呦，周年庆！我告诉你，你们看到那一场婚礼是把旗津封街，高雄旗津渔港封街，我就来拍的。就知道我们的诚意到哪边了。是的，紧接着下来，我们后面的世纪大会，你们就请大家拭目以待。开玩笑，总统府我们打算要包起来。所以，总统他们都会到。所以是跟英国皇室的那个王子结婚，差不多王子差不多啦，差不多。我们今天金曲乐饭店里面有很多好听的歌曲，没错。赶快来看看今天的金曲乐饭店有什么好听的歌曲。二爷。金曲乐翻天翻天喽！第一回合两队翻池航提示，猜出一至四个字歌名，翻到字即可猜题，翻到炸弹换敌对猜题，猜对歌名并演唱该首歌可得五分。伙伴们可要努力翻牌猜歌哦！乐翻天，哦耶！现在马上介绍两队参赛歌手，首先介绍我们的统统队，帅气的雨枫，以及我们的林道宇。介绍我们的袁浩登，欢迎帅气的袁浩，我妹妹叶嘉瑜，是，以及小贺爱哲，两队队长请上台上筛选，剪刀石头布，袁浩请下去，没关系 ，Lady First， 各位统统队请换牌，炸炸，哎呦，你不。在，你不在，对不对？请牌，元浩队，请牌，大战，大战，枪，是简单的嘛？我支持世贤哥。哦，卡打枪，脚踏车，对不？好听的歌。请牌，元浩队，请牌。那个你好了啦，我就比较好猜的嘛，对不对？你啦，哎呦，你好，你好吗？什么好？就你好吗？你好吗？
心啦，我很好，他也好，你更好。但我想，如果你能猜出歌名的话，一定会更好的。加油喽！那个你好了啦，这样就比较好猜的嘛，对不对？爆你了，你哎呦，什么？你好，你好吗？什么好？就你好吗？你好吗？你觉得可能会是什么？但是我觉得认识你真好，你真哪来的认识？你真好，对不对？对，请翻牌。来，给我。快快快快！这个，来一个。疯了！哎呦，大请回来漂亮啊！通通对，请翻牌。今天的炸弹什么颜色？超级公斤的炸弹。哎呦！哦，五月天的啦，很明显了。真的是尬枪。五月天的尬枪。尬卡打枪，尬枪对不对？是对了，把你的肥肉甩掉，就靠这首歌了，快点，快点 ，Come on， 尬嘞尬嘞，用你的肚子一起去尬枪吧！是安尼阿好阿强，拢无甲伊话，我变成只水牛，无人甲我尬枪啦，哈哈的老师，拢无听听我，是 A B C D 靠我命命无人理解，是阿爸阿妈老母，规工在骂，细思细念，不知念啥，是安怎？只有两首歌，是你很好，是阿杜的，你好毒，而且刘德华是学友的，没想到你好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对不对？请给音乐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越说越离谱。死不肯认输，还假装不在乎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。你给我说清楚，我要啃掉你的骨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。每次都被欺负，下次我一定报复。哎呦，爱人，恭喜你答对 ，yes。我是爱人先生呢。真的，通通对，请翻牌。来，加油！跟我衣服颜色爆。爱，不然是爱很简单好了。爱很简单，好听，经典。爱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哇！请回，不要对，请翻牌。这一定是方大同的《爱》，真的，我不相信。如果再翻啊！真的假的？方大同爱，那如果他不是爱的，那我就知道爱，爱，对不对？啊！哎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彤彤队，请翻牌，加油！哎，你看你，就是他，哇！难道就是爱？所以，请作答。爱晨。其实还蛮有感觉的，因为爱。好，对，好，因为爱，对不对？哎，好，不是，请问对，请翻牌，来，加油，快！不相信不是爱，我猜是。哎呀，爱去啊！爱来爱去，有这种歌啊？爱来爱去，对不对？请给音乐。
请翻牌。少女加油啦！来听一个新歌曲，还曾经唱到了。吓到你！请回，元浩队请翻牌。炸到的表情真的是太烂。也还好。统统队请翻牌。什么爱好了？来个什么爱？爱成好。哎呦，好可爱哟！一号队请翻牌。这个。别。哎，我知道了。郑中基的《别爱我》。别爱我。哦，经典呢。别爱我。郑中基。别爱我。我想。八九不离十，是的，好。别爱我，对不对？哇塞！我怀念这个歌，我用字眼而已。请给音乐。别爱我，如果只是寂寞，如果不会很久，如果没有停泊的把握。别爱我，不要给我借口，不要让我软弱，别再把我推向海。是神龙，来，元浩，恭喜你答对一题。哎，你现在变成歌手不一样，越唱越好了，真的吗？红队请翻牌，来，爆爆爆爆！没事，谢谢，我紧张紧张。坚持啊 ，Only 有的坚持。哎呀，坚持对不对？请上台，老师，请给音乐。坚定的心，我们向前行，请你会记着阮的名。有人出世就好命，阮是用命在打拼，免惊失败，慢慢向前行。有阮命不是天注定，只要用心来打拼，一定清楚。请翻牌，我要唱歌，我要唱歌。炸弹，炸弹，炸弹！哎呦，精武门，唯精武门有可能哦。蔡依林的《舞娘》哦，哎，没有，你猜错了，练武功。哎，哎，错。还有舞女，哎，对，舞女，舞女，对，还有舞龙舞狮。不要乱讲话。端午节，哎，我第一次被他反刁。什么舞娘？舞娘，无聊。我觉得舞娘比较有机会。嘉宇，等一下翻开，如果是舞娘，你会 NG 的，对不对？什么啦？哦，那是你。OK 的，真的，一定是舞娘。真的，舞娘对不对？请回统统队，请翻牌。哇塞！炸弹，请回，一号队请翻牌。练武功，会不会？你这个翻开这个字，应该就可以知道答案。哎呦！哎呀！道员讲对了啦，精武门对不对？哎呦！老师，请给音乐。小老弟，年轻耍虎那一丁点本领，洗热裤。快冒起来学习，大发小心收徒弟。想要学习，皮要绷紧，要跟我跟紧。I wanna know， 你信不信 ？You gotta know， 别怀疑你自己的本领。I wanna know， 我是冠军。第一回合的成绩，统统队的成绩是得到10分，元浩队
第一回合得到的是20分。哎呀，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好看的还在后头，马上进入第二回合。胜负关键，第二回合开一战喽！两队翻同牌提示，猜出1到4个歌名，翻到字即可猜题，翻到炸弹换敌对猜题，猜对歌名并演唱该首歌即得5分，总分最高者可成为金曲之王哦。取得盘点第二回合，4题难度比较高，好，两队要加油了，好不好？是的，我们请两队队长上台裁决，来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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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石头布，欢迎大家，不好意思，元浩队请翻盘，我猜我只在乎你。哎呀，邓丽君的歌，小邓的老歌，有可能哦。我只在乎你，对不对？哎，可以啊。请回，彤彤队，请翻牌。黄色，这个哈，好，这个好了。我还是我，我什么？我最近很喜欢听一首歌。什么？我爱他。叮当的歌。你爱他。我爱他。你爱他。我爱他。谁在这里吗？他是谁？这是考验，他是我。哦，别再争了，你们两个。我爱他。叮当的歌。你爱他。我爱他。你爱他。我爱他。你爱谁？在这里吗？他是谁？这是考验，他是我。我爱他，对不对？啊哦，哎呀，请回元浩队，请翻牌。没事，再开一个新的。哇，这么哇哇，还是我。哇，太多我了吧！我分成，可是我很温柔，为了冷漠内心狂热，那就我最亲爱的，好听。我最亲爱的，这很亲的，很新的歌哎。对，哎，奇怪，为什么佳瑜她只要猜出来摆 pose 都是很性感？对，没有，她就是性感的女孩嘛。没有，是因为你们看我穿这样就一直有遐想，其实我没有。我们没有哎。我夸赞你，二只腿，三只腿，四只腿，哇！我最亲爱的，对不对？请翻牌，这真不好。加油，出来！元浩队，请翻牌。你在摸什么？我最摇摆。我最心爱的。我只有我最摇摆。我最摇摆。我最欠揍啦。这有可能是答案。对啊，我最摇摆，我最摇摆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歌词好适合爱情哦。你看第一句哦，我长得不高也不矮，眼神看起来有点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每当俊男美女走过来，我就会浑身不自在。虽然大家说。我帅，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想不想靠过来？你都把答案告诉他，你想靠过来吗？不想。好犀利，艾辰，恭喜你答对 ，yes。哎呦，彤彤队请翻牌。好，炸弹，炸弹，应该不是炸弹。爆。请回第二队，请翻牌。你们有没有人在唱歌的啦？新的方向，周华健。我猜啊，好，伤心酒店，伤心酒店啊，好，可能有可能是这首歌哈。好，伤心酒店，对不对？哇，请回，中队，请翻牌。看看看看什么？看我72遍，哎，有可能哦，经典哦，看我72遍，对不对？
答对，一是有。两队请分牌。一，我一，哦，这简单呐，我的一颗心呐，哎，对不对？对啦。我的一颗心，我的一颗心，我的一颗心，对不对？哦，再一起上台，请这样子，老师，请给音乐。可是他有情，却不说明，他不说明，他不说明，他不说明。见到了我，见到了我，是不是怕？他是不是怕？不是真怕羞，害羞的心，一颗心。听得答对 ，yes。统统队请翻牌。星爵，太明显了。什么歌？李星爵，爱情是星爵，对。哎呦，圣洁老师的歌了，这首歌了。是星爵，对，对，不对 ？yes， 好听。这首歌很好听耶。徐峰，请上台。为你付出那种伤心，你永远不了解。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？直到那一天，你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。回合，我们全部的歌都已经唱完了。谢谢。在全国的朋友，报告一下两队的成绩。统统队的成绩是十分 ，yes， 不错。元浩队也不错，这一回的成绩也是十分 ，yes。平手。向全国的朋友报告一下，两队两回合加起来的总成绩，统统队得到的是20分，元浩队得到的是30分，掌声。胜利是给那个有实力的。两位，你要出来。今天的金曲翻天呢，是不是也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呢？希望大家能够听得很开心。是的。最后呢，我们嘉宇还要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，就是《姐姐妹妹站起来》。那就大家来选吧。如果爱情真伟大。什么好挣扎？难道我比别人差？谁要这么待在家？对着电视爆米花，想起你说的情话。